获得无上的能力，或者用意志来控制机器人吗？宝贝儿，别担心，我好的不能再好了，手术完全无痛。今天你只要进行聚合物注射，就可以成为明日的人类。那就好，你现在得赶紧出来，有个男的找你去了，带了武器，还带了只试制的聚合物手套，我们赢不了的。成为大集体网络的一份子，并且掌握真正的超能力。当兵的，醒醒，起来了。我还行。很好，快起来，过来帮我。想要用5分钟学会中文，想要用1小时拿下量子物理的博士学位，只有大集体网络2.0的推出，这些知识将能为任何人所有。3826号设施与引导栏为您服务，即将到达目的地，预计到达时间11:47。知道你说的这些是真是假？他奶奶的，咱还有30秒，赶快跑啊！你说30秒是什么意思？30秒之后咱就死翘翘了，小子，死得透透的了。发生了什么事？这真太疯狂了！是不受控的机器人，他们在屠杀大家。我们知道是谁造成的，你必须帮助我们阻止这场梦魇。人类将会被永远奴役，再过2天，他就会无人能挡。不要相信他。以为谁在说真话都不知道了。你还有2天呢，小子，别让他失望了。